是你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帅气，你是会发光的。这小子里面的九六四 F 就是你，全程积分冠军，还有超级区宝。臭小子又在发神经了，没时间了，买弱点攻略了啦。真不好意思，你的房间还在整理。Come back later。花钱就跟拉屎一样容易，赚钱就跟吃屎一样困难。吃饭好贱。可是你是你游戏里面的主角，没有人想要当配角。当你变成了一口狗屎，再也没有人敢踩在你头上。绝对不能让破坏。怎么可以挑战 Kiss？ 你是九十九个熊先生吧 ？English 懂不懂？99个熊。